啊，做个大概300集的啊，这个短的东西，那政府有没有必要去辅导？当然要啊，本来就应该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是一个节目，是把节目放在各种不同机具里面，那难道你就不视为它这个是一个可以辅导内容的对象吗？是因为一个 CT2， 对不对？叫远距教学 ，distant education，open university， 对不对？开放的空间，开放大学，是一个远距遥距教学。你我之间的通路不在固定的空间吗？不是传统大学。OK， 那好，那我觉得有个东西很重要，怎么去建架？建架哈，我刚刚一开始我就是其实也一直在谈这个议题了，只是没有谈得很清楚，叫 production video。你看啊，以前呢、啊、是什么？是完，目前是没有价值。啊，第六个单元就讲到党外政治杂志跟民主运动，因为这个马上牵涉到我们今天台面上的各种格局，都是从那段时间来的哈、哦，所以。那可是这个在课本里头没有，在你这个各个阶段的历史教育里头，这一部分也都没出来过。那事实上是随时在影响我们今天的人事跟这个整个格局，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